净琉璃菩萨，平日身处定禅天的佛门至高先天，待人温和恭谦，不轻易使用武力，个性沉稳，不易动怒，对于武林正道来说是一个最稳定的依靠。平日除了佛门中事，武林上的大小风波，只要是自己能够协助，净琉璃菩萨总是不遗余力，以天下为己任。妖魔邪道在净琉璃菩萨面前艰难越雷池一步。此回三教风波，净琉璃菩萨为了佛门再出，挺身处于三教风暴之中，后续更协助众人调查大圣凌云寺血案，踏入层层阴谋之中。莫昭奴为了医治七成，必须离开新竹秦朝，净琉璃自愿协助众人坐镇新竹秦朝，与佛剑分说谭无欲、严无心、风僧白云剑等正道侠客一同抵抗未知的风暴。